睡着了，太舒服了吧？对啊，我已经泡好咖啡给你了。真的吗？真啊，一宿在这里。谢谢。干杯。很香哎。这是我们的 Roastery 咖啡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喝。你看我今天出来户外享受，还能喝到好喝的咖啡，超棒的。我们究竟害怕的是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我很爱吃的那个巧克力的黑里面包？我要，我要，这是你的最爱巧克力口味。而且我今天还买了他们的新品，他们出新东西哦。对啊，就是 Artiste 跟 Puffy Bites， 是那瓶，好大一块哦。这是巧克力口味的吗？对，是巧克力的，还有其他的超多种口味。哇，你不是有为我准备一道菜吗？有啊。在哪？这边。哪？这不是生的吗？这哪是生的啊，这是 CST 的嫩滑无皮鸡柳，已经处理过的了，所以我是直接从冰箱拿出来之后解冻，就直接带过来了。我都派给你了，因为这就是因为我精心准备一道菜啊。哎，买也是需要时间的好不好，而且反正它就很好吃啊，给你拿。哇，是不是超方便的，它就直接就可以吃。好方便哦。今天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什么游戏？嗯，玩剪刀石头布。好啊。然后我们赌注就是这个，哎，这超好吃的。真的吗？所以我怕你吃完啊，所以我就要赢过你，那你就不可以吃了。可这是什么 ？Strips 的他们的零食啊，你看这个是那个 Salty Egg 的，就是咸蛋黄的，而且是蘑菇的，是那种鲍鱼。好特别哦。先拆开。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又是我赢。哎呀，为什么你一直赢的？哪啦？讨厌哎！服输。最后场，我就不相信我输给你啊！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！啊，不管你了，还是我，我要跑了，我不给你吃了。要不然等一下你吃完了怎么办？想你，不再一直让你不开心。
现在过得开心吗？希望你和他过得情人节，你会是比我们中间幸福快乐，我才能催眠自己，自己已经放手了，答应自己不再想你，不再一次让你不开心。原来我一直找的就是这个味道。去年说好一起过的情人节，我只能一个人吃饭，自己跟自己聊天，不再一次让你不开心。6月21到6月24 Yummy Festival 即将在后方举行，我们等你们呢。走 ，Let's go。